Hello， 大家，我是陆佳，我明天就要去环球影城了。因为我真的非常非常喜欢航海王，那今年航海王呢跟环球影城有期间限定的活动，所以我就是要为了航海王去冲这个活动。 YouTube 大家可能不知道，但是我之前有在 Instagram 讲，如果没有 follow 我 Instagram 的，有兴趣可以看一下 Instagram， 平常比较常在那里发文。那这次我要带去大阪的有日本雪肌萃的洁净洗面乳，还有净白化妆水跟净白乳液。那大家应该对雪肌萃都不陌生，雪肌萃是日本的高斯集团还有 Seven Eleven 共同开发的商品系列。那2019年开始呢，在台湾的 Seven Eleven 也有做独家加贩售，也是 Seven Eleven 人气第一的护理品牌，真的是价格亲民 ，CP 值又高，很方便买。我身边有超多日本朋友都在用的，尤其是我印象很深刻，有一次跟日本朋友出去住的时候，有人忘记带保养品，马上奔到附近的 Seven Eleven， 而且大家都坚持要买雪肌萃。那这一次我的大阪旅行，也要拜托这三样来顾好我的肌肤。那我们就走吧。我们现在呢正要前往环球影城，终于可以见到我的 Luffy 了。めちゃめちゃ天気良くてよかったね。めちゃめちゃね、元気モリモリで行こうと思います。我们现在已经离环球影城的入口很近了，是今年第二次的环球影城。いや、すでにポップコーンのいい匂いがしてくるね。ねえ、もう好きこの雰囲気。この雰囲気味わうだけで楽しい。我们现在要先来领今天晚上航海王的表演，因为我在网络上面先买，所以我们两个有票。那我是要来现场买的，那今天的票已经全部都卖完喽，所以大家如果要看的话，记得上网订。哇，这里有尾田老师画给环球影城的 One Piece 签名版，哇，而且这是非卖品哦，好可爱，好帅哦，鲁夫。这里跟大家说一个噩耗，就是我们两个到航海王周边贩卖的时候，发现他们现在因为大多数换成万圣节的商品，航海王只剩下一点点而已。我那么完全に海兵になるつもりで来たんだけど。私も One Piece を買うために来た。那给大家看一下他们大概剩下什么商品，因为他们晚上有海贼王的表演，所以基本上都是卖一些看表演的时候会用到的东西，像是手灯，还有毛巾跟 T 恤，然后还有卖糖果罐，这个糖果罐其实还蛮可爱的。那海军的商品剩下这个小包包，还有海军的帽子。其实我本来最想买的是海军的披风。大丈夫、ゆうちゃんが賞取ってくれたから。ねえ、もう本当ね、今度早めに来ないと。だから賞も多分当日チケット分なくなってるから。そう、私予約したよ、ちゃんと。予約しといてよかった。现在有超多万圣节的商品，都超可爱的。看这个史努比，我跟文当今天的法裤决定好了，文当呢是万圣节限定的史努比。我呢是一般的史努比，那我的这个史努比的部分呢，这个耳朵呢是可以这样弯的，文旦的话就是软的，可爱呢。ゾンビだよ。本当的，可爱。哇，ルーちゃんも似合ってる。这个是文旦帮我选的。しかもね、ルーちゃんはね、跳ねさせてんの。可愛い。谢谢。史瑞克，史瑞克。可爱呢，谢谢这个人。现在要去看10:30的秀。ショップでね、勧められてここに来ました。楽しかったね。ね、すごかった。迫力がすごい。バンバン。很多爆炸的东西。じゃあそこまでね水がかかるってことはなくてよかったね。对，文章本来跟我说会有超多水喷过来，所以叫我往后面坐，结果水根本没喷过来，骗人。骗人。今天的午餐我们要来吃航海王的餐厅。哇，这里还有卖香吉士的 smoothie， 夏天的宴会餐厅。哇，这里还有卖骗人布的吉拿棒，好多航海王的东西，好幸福哦！他们这里总共有三样主餐，第一样是鲁夫的带骨鸡腿肉套餐，第二样是索隆的鸡套餐，第三样是罗宾的塔塔酱炸鱼套餐。他们航海王的餐厅叫客人都是叫海贼耶。刚才店员拿过来的时候本来是反的，我们两个说哇看起来好可爱，店员就帮我们转正。但这里的店员服务超好的，卡哇伊，阿呆呀，阿呆呀。
那我们文当点的是鲁夫的带骨鸡腿套餐，那我点的是索隆的烤鸡肉套餐，那我们还点了两个甜点，是乔巴跟布鲁克。然后打开的盘子也超可爱的，有大家的图案，哦，好开心哦！果然这次有来冲这个活动，真的太好了。文当点的这个带骨鸡腿肉的饭超可爱的，是鲁夫的草帽。嗯，微信。汉堡的吧。好软哦。好吃吗？好吃，还可以吃到蔬菜哦。乔巴太可爱了，我决定要从后面吃。来看一下它的剖面吧。它里面的话，前面长酱是柠檬慕斯，然后里面有点果酱，这吃起来很清爽，很可以耶！我一看到，好好吃哦。なんかね、ボリュームも多くてね、めちゃめちゃね、お腹いっぱい。而且他们环境又贴满很多航海王的东西，真的很开心，想要置身于他们的世界。这个就是我这次没有机会来的香吉士餐厅，明年一定要来，全部卖光了。行きたかった。ね。接下来我们要做大白鲨。Baby shark。Baby じゃないよ。アダルトシャク。超好玩的。いつもの上手よりも楽しかった気がする。这次的船长整个像电影里面演员一样，整个超身临其境，超好玩的。店長さんが今回めちゃめちゃ演技派の人で。めちゃめちゃ楽しかった。我们现在随便来逛一下周边商品店。这个马里奥饼干也太可爱了吧！这放在家里可以当摆饰哎。哎，这个马里奥好像可以缩进去还跳出来，超可爱的。还有卖蘑菇的小炖饭，大家看里面的鱼板还是做成蘑菇的形状。ルーちゃんの髪型に似てるね。你在那里哦？天哪，因为今天人超多，排队排超久。连买个饮料都等了20分钟，因为现在刚好是日本放假的时间，所以人就非常的多。希望大家之后我来环球影城的话，就不会卡到日本的放假，不然真的超累的。我们两个已经来过哈利波特很多次，可是因为文章太喜欢哈利波特，所以他每次来环球影城都还是会来一下。好看呢，我觉得他们这学院服真的很厉害，不管是谁穿，只要一穿上去，感觉就会出现在哈利波特里面。いい感じ、ふーちゃん。ルーちゃん、グリフィンドール来ます。まあ確かにルーちゃん、グリフィンドールに似合うかもね。正義の味方。いいっすね、似合ってますね。これね、似合わない人がいないんで。我们又找到一家航海王餐厅，这里有弗朗奇的特制热狗堡，还有娜美的橘子冰沙，还有晋北的苏打饮料。哇，好开心哦！我们超期待的，终于可以看到航海王的表演了。我就是为了这个秀来的，所以真的非常的期待。然后这个秀看完之后呢，我们想去看一下万圣节的僵尸，还好我上网抢到票，不然就白来了。耶！我现在航海王要进场，就文当说想要吃热狗派。开场时间已经开始了，我还在这里陪他买热狗派，是不是要疯掉？間に合うから。ドキドキの身の能力者なんだから。终于买到了热狗派了吼！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大家，我们看完了，太感动了！よかった。介绍的时候我就哭了。对，瑞ちゃん、ついに涙流してた。俺も感動した。哦，真的超感人，推荐大家一定要来看，好棒哦，还好有买。大家，因为整场表演不能录影、录音、拍照，只有最后谢幕才可以拍照，可以上传到 SNS 的也只有照片，有来的人都要注意哦。看完的感想只有太棒了，棒呆了，有来真的太好了。整个故事结构都非常非常的完整，每个角色演员都完全没有违和感，自己憧憬的世界就完全呈现在自己的眼前，这份感动真的是非常的难以形容。每一次看到鲁夫出场奔跑大笑大叫，我都忍不住在心里尖叫，真的是鲁夫在我的眼前。我爱日本的动漫，也爱航海王，谢谢环球影城为每个航海王的粉丝圆梦。看完航海王之后呢，我们现在看万圣节游行，也是我们第一次看万圣节游行。哇，这个好恐怖哦！真的快讲，快快快快快！很刺激也很有趣，我们今天从一大早开园玩到晚上闭园，充分的享受了青春。这一趟有来真是太好了。
嗨，大家好。那现在呢，我们已经回到饭店，刚刚已经卸完妆，然后还吃了一碗咖喱饭。本当楽しかった。嗯，楽しかった。因为我跟文当都没有来过环球影城的万圣节，所以这一次呢，真的是可以享受到航海王，又享受万圣节，真的玩超开心。那现在睡前呢，我们就来用我这次带来的雪肌萃保养。非常谢谢雪肌萃这一次赞助我的影片。身为专柜雪肌精的姐妹品牌，雪肌萃同样添加有薏仁萃取液，还有河汉植物精华。因为我的皮肤是比较偏蜡黄关系，所以就还蛮适合的。那这次雪肌萃呢，它没有六款洗卸保养商品，全部都已经升级了。那这一次呢，我就带了其中升级的三样商品，那就用这三样商品来保养给大家看。那首先我们用雪肌萃的洁净洗面乳，这一瓶应该是很多人来日本必买的吧，在日本也非常非常多人很爱用。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质地，它的质地呢是乳状的，那它的香气呢是鲜花草本香，自己个人非常喜欢它这个香气，觉得真的非常非常的疗愈。那我们用这一款洗面乳的时候呢，会搭配这个泡泡网，它搓出来的泡泡真的超级绵的。对，我们会用这个泡泡网。このさ、洗顔ってめっちゃ泡立つよね。そうそうそう、めっちゃ泡立つ。しかもめっちゃきめ細かいというか。对，大家看我用这样一下下，它就可以搓出像这样子，就是这么绵这么绵的泡泡。我再挤那一点点，然后我们就可以两人都可以用到。用泡泡类型的洗脸呢，是最不会对肌肤产生负担的，也不会有过多的摩擦，容易长皱纹。它真的超舒服的，很绵密。就是大家用泡泡的时候呢，可以这样手轻轻碰在泡泡上，然后不用去摩擦肌肤，就是轻轻在脸部这样滑动，真的很舒服。本当につけてるのかわかんないぐらいさ、軽くてふわふわなんだよね。然后雪肌萃他们跟我说呢，他们在日本的使用者有差不多40%都是男生，我听到真的吓一跳。使いやすいイメージがあって、他の人にもね簡単に勧められるんだよね。大家看这个泡泡有多绵密，而且真的很舒服。好，然后把它洗掉。好，大家看我跟文当现在已经把泡泡洗掉了，让我近一点给大家看。那洗完感觉非常温和舒服，可以把毛孔的脏物还有多余的皮脂都洗掉。有把洗脸做好，后续保养品上的时候才会比较到位。而且我自己本身是干肌，但是我洗完之后一点都不觉得紧绷。然后给大家看脸感。觉得就很亮很嫩，すごい洗浄されてる感じがしてね、本当使いやすくてね、泡立ちもいいし、泡もねすごいきめ細かくて、あとなんか俺の友達も知っててさ、結構ね使ってる人もいるんだよね。やっぱコンビニとかで買いやすいのがね大きいのかなと思う。那洗完脸之后呢，就要用他们的净白化妆水做保湿。那这一瓶化妆水呢有添加维他命 C 的衍生物，还有五种滋润成分。肠粉，肠粉加哪里成分？肠粉美味しいよね。那我觉得它的质地是比较偏水润的，然后吸收也很快。然后大家用化妆水呢，可以有个 paper 像这样子用压的把化妆水压进去，它的香气也是淡淡的香气，我也觉得蛮舒服的，然后又很好闻。大家看皮肤比刚才呢又多了一层，就是比较水润的感觉。像这样上化妆水做好保湿呢，皮肤就比较不会暗沉，比较可以散发出自然的透明感。那最后呢，我们就要用雪肌萃的净白乳液来做锁水提亮。它的质地呢是偏保湿，但是又不会黏腻，因为它的延展性很好的关系呢，所以只要倒一点点就好了。然后我觉得它的香气呢跟刚才化妆水比较清爽的感觉不一样，是有一点精油的感觉。锁水这一步非常的重要，有做好的话呢，隔天起床皮肤的状况都还是不错，会感觉比较饱满有弹力，大家看都比刚才要更亮，隔天上妆也会比较服帖啊。保养完一整套真的超舒服的。那雪肌萃是我自己也用过很多的商品，所以这次接到合作可以介绍给大家，真的很开心。它的价格呢非常非常亲民，但是品质呢在水准之上，所以我个人真的非常推荐给大家。上完整套保养品，皮肤又会很水嫩透亮。最近要换季，大家可以考虑试试看雪肌萃哦。那从10月15号开始，雪肌萃他们升级了六款洗卸保养商品，全台湾的 7-Eleven 店铺都可以买到了。那从10月19号到11月15号，雪肌萃的全系列商品呢，只要购买任两件，还送限量洗脸发带一条。所以大家去 7-Eleven 的时候都不要错过。那谢谢大家看我们今天这一支影片，这次环球影城真的玩得超开心的，来大阪来得太值得了。大阪来てよかった，赞，真的超开心的。那隔天我们要去大阪市内吃大阪烧跟章鱼烧，果然来到大阪就要吃大阪烧跟章鱼烧。那我们下次影片再见，谢谢大家，再见，拜拜，拜拜。君と終わらない歌を歌おう、たとえ夜が明けようとしても。